喽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台中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嘉玲。大家好，为让企业落脚台中，跃进大台中的经济发展，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深知产业投资要件就是土地，台中市政府祭出公有的园区开发，协助民间产业小区开发加速，毗连用地扩展，工业区立体化，成立招商工作小组，五大策略解决工厂缺地的问题，已累计投资件数达116件，投资金额逾1800亿元，创造台湾六都第一的招商佳绩。记者邹志忠报道。